我叫默然，是一个长相甜美的男孩子。因为太像女生，学校竟然给我发了女装校服。为了应付课间操，我只能被迫穿上了，真是太社死了。要是被喜欢的女生看到，我这辈子是不是就完了？想开一点吧，其实做个女生也没什么不好的。快看，他女朋友好可爱啊！没有没有，都是我调教的好。谁是你女朋友？喂，小心点，被人听见会被当成变态的。这个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。时代在召唤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穿裙子跳操，总感觉屁股凉飕飕的。他爷吗？啊，是王诗雨。从小我就爱美呀，他总是闪闪夺目。为了离他更近一点，我甚至转学到了他所在的学校。没想到今天确实以这种情况相逢。